不然把杰克的名字分尸啊！不要把我分尸！哎、欸，等下你变阿体了，你的 party 怎么不见了？阿体，阿体，你的 P 怎么不见了？哎、欸，等下你中间是不是多一个 P 啊？你的 IP， 哎、欸，等下你 ID 怎么拼啊 ？PHANTOM。哎、欸，真的、欸，你的 town 空间中间多了一个 P 耶、欸。为什么？可恶，为什么这表单没有录影啊？刚刚那超白痴。已邀请 YouTuber， 哎、欸，我怎么？哎、欸，我游戏崩溃了。哇没关系啊，你五分钟再赢回来就好，几十五分钟、啊欸、然后 OBS 有更新耶、欸、有一个新的，我都没有理他，你知道我的 OBS 停在多久以前的吗？有一个新的编码器，听说还不错，现在在 22.0.2 21.0.1 我也开了吧，开啦，安安啊，为什么你们都有二开头？我是零点开头的、欸。我们是 studio 啊。studio。studio。是呀。我是。我、哦、看不懂啊。哦、对，我是喵哈嗨。喵哈。今天是 amigo 啊，可是只有四个人的 amigo。今天的我们被抛弃了，因为有搬家组，他们搬家完还要整理房间，所以。虽然今天是哦，有杰克邀请过、啊，对不起，我刚刚在调东西。哦，要道歉就要穿女服装了。穿，我没有看到、啊。今天有人有穿的啊，但是不是杰克穿呐、啊？你知道团团也有穿呢、欸。你知道观众最喜欢了。我没看到、哎呦，我有看到。什么？你们都有看到？哎、欸，因为我上班偷看的。我上班偷看那时候团团还没有穿啊，没有团团只有穿一半，可是可以也算完整了吧，就外面的围裙有穿起来，我应该是不会有记录的，不会留啊，可恶，谁有截图求观众丢到粉专、啊、我只有看到那个哈基把那个熊猫塞到他那个衣服里面塞到他的衣服里面护理师傅吗，对，大咧咧、哦、大咧咧，哎、欸，所以哎、欸，繁星跟杰克都组进来了吗？嗯，我进来了。好，那就开头讲一下，今天是 Amigo， 但是大家都不在，只有我们四个人：小雨、杰克、繁星跟我。那今天是那个 Amigo 抽奖开始第一天，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粉专或 YouTube 找一下那个 Google 表单，国内国外都可以填，就填写进去看抽奖率。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一两千人才会中一个的几率是不是、嗯、对啊，那今年可能更恐怖，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讲那个抽奖率是多少。那台湾区的朋友你们可以到 7 去列印明信片，那详细步骤去我的 YouTube 看。那现在先玩什么游戏呢？都可以大家超随性好不好？还是那你们现在在哪个大厅？我就在那个啊，观察者大厅啊。啊，那你动一下，感谢超级留言。我动两下了，动三下了。你是不是出去了？好，我们 TNT 来醒一下好了，好久没 TNT。啊、TNT TNT， 记得参加活动哦。浪浪。然后台湾区的可以去列印明信片啊，不是台湾区的就抱着台湾区的大腿叫他帮你列印明信片，没有错。完蛋了，我他在变中文，我完全看不懂哎、欸，决斗游戏。方块决战 PVP 方块决一死剑烫手啊，这个吧，烫手烫手啊，烫手天梯是天梯 take 啊，就甩锅那个 take， 对对对、欸、要开放那个吗？ join 吗？还是就这样就好啊？这样就好，因为太麻烦，这样就好哦，好，要不然你 每次都要重复再重梯，太麻烦了。 OK OK， 就跟抽奖一样、okay. 靠运气好不好？好，自己想要挤进来好不好？那没挤进来就表示说你们的抽奖可能有机会，你们的运气还没用完，那挤进来就表示你们的运气用完了。好，你们不能参加了，这好像不好啊，你们就不能参加了，想要进来玩了啦。哎呀，今天玩过阿米狗就真的玩了。不要别！竟然说被甩锅了，天啊，好可爱啊！你被甩锅了，你被甩锅了，被甩锅了。哎，橘子吓到我了。啊，超离谱的妹子。嗯。是在到处乱跑。
与世无争，看着杀手从我前面大概……哎，白痴哦！这个人把我推下来，你给我进全身黑黑的家伙！你一定抽奖不会中，你不会中奖，我死掉了！结果根本不是观众，有没有？哎呦，我刚被引进来，我刚还在切输入法，我就不能动。为什么两边都是 TNT？ 在跳啊！我要跑到这里，这一定有人躲着，真的有人哎、欸。Hello， 对啊，是明信片才有限台湾，其他的都可以。哎、欸，那个限台湾不是我们规定的，是 Serban 他只有台湾服务区而已、嗯。对啊，没办法。哦、原来是你哦、喔，对啊，是我啊。我刚刚看到一个有人，嘿嘿嘿，我们两个叠在一起，看谁会中奖。哇，肯定掉下去了。看谁比较衰。对，看谁比较衰。然后就一来我就马上跑。对，怎么会这样？阿密狗繁星疯狂，哇，好刺激哦！真的，我要死了！有没有人待这里啊？好像没有。我爱鱼，它怎么会飞？哦，怎么会飞起来？小雨，我们会不会两个中一个？这人飞起来，有可能、啊、这人会飞。有人飞起来，那他就是那个。这是不是可以踩？是不是？哎，哎呦，哎呦，他在哪里啊？哎，他怎么上来的啊？有屏障吗？对啊，还是被踹上去的？怎么来的 啊？他们刚刚在那边互打是不是、欸？没有，他就站上去了、啊。对啊，没有，我刚说他们是在这边互打打上去的，是不是？哦，这里有屏障，这里有屏障。对啊，我栽啦！我是说这边怎么上来的啦？我一直看到俄罗斯方块在移动。不知道哎、欸，我在看左右边、啊。那这边可以跑酷啊，这边可以跑酷上来吧？有 ID？、欸、不能、欸，有屏障、欸。是没有啊，这边都很高哎、欸。然后叫他无敌了哎，除非他那个最后啊，他有 TNT， 嗯，就看你会不会下来啊，下来啊，等他下一秒就自己中，哇，噔噔，这魔术方块人，他的脸竟然是那个哎，那个、嗯、那个黑人啊，黑人 ，what？ 就是绑头巾，然后穿内裤跳舞那个黑人啊，哦、oh, ，那个，你自己看他的，不要。你不要死，你撑住，你注意看他的脸，他肚子前面的脸。法西，你快看我们这边。你看，等等，哎、欸，杰哥，你看他的脸，看他的脸，看脸。哎、欸、有哎、欸，对不对？我走了。不要啦，不要啦，我走了啦。小雨，我手上这礼物很想要，你不要跑酷啦，这里要跑酷。哎、欸，旁边有人，旁边有人，喵。我先走了。小雨刚刚那个人了、啊、死了吗？来不及。哎、欸，他还在，杰克他还在，杰克他还在，他还在啊。哎、欸，喵哈，你来看那个脸上有点咖啡色的，脸上有啊，俄罗斯那个魔术方块，全身有一个人的。你看魔术方块，你看他正面，正面好难看哦。等一下正面在哪？正面怎么看、啊？好难看，到底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好难看？这个，哇塞！好恶心哦！我不知道是什么黑人啊，天啊！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啊。我觉得有点眼熟哎、欸，也不像乔丹啊。他应该没有绑那个头巾啊，因为他有露头。头巾的话就知道是谁啦、啊。那个最近突然爆红。我觉得那个哈基一定很想试试看这种造型，拿他自己的贴图。加油，魔术方块！啊，小雨被小雨爆了。小雨点到魔术方块，哎、啊，你不是会飞吗？哎，不是会飞，他不是很会飞。哎，那既然我们都死掉了，对啊，死掉了，就给退了。好啊，好啊。再玩一局，再玩一局。哎，魔术方块也在，你快看，快看点，快点，快点，正面。杰克，杰克，结果，杰克，结果，走开了，杰克，滚！我才知道，对不起。滚！杰克，怒哎！哦，到了，你看那个，看脸，看脸。那脸好恶。怎么可以增加恶？人家。陌生的，你这样子很有特色哦，很恶哦，他脸的那个很不该长的位置，这句话长得很奇怪。欸、小雨，我觉得你的脸长在一个很不该长的位置，他的脸长在他的下半身哎，那叫特色。哎、欸，这个关卡我没玩过哎，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卡卡 ，Lady Gaga。没有，我们到时候可能还是要再去申请一下那个固定 IP 比较顺。
我来找目标好了。啊，那个叫什么？哎，喵哈！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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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你往哪里走啊？那里啊。佳玉，你往哪里走啊？旁边有人啦。帮你挡，我帮你挡，我帮你挡，我帮你挡。回锅给别人。别这样嘛。落水给你，往水给他，有没有？他敢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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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哦不，我死了！我就知道你是坏人！呀！呀！我打回去给他了。我也死了。这游戏好难玩啊！我觉得我如果再不控制音量，我到时候一定很后悔，疯狂爆音。影片无法使用，都是爆音。嗯。哇，那边好激烈哦！哎、这个地图我没玩过哎，这个有出一阵子了啦。哦，升级感觉就是很像僵尸入侵还是什么的。嗯，没关系，我看到一个东西，台湾的可以直接接 Discord 吗？直接 Discord 的，他们是要互叫是不是？哎呦，不知道。哎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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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不想打你耶、欸欸、他不喜欢打猫耶、欸、真的吗？那他一定会抽奖抽中啊、嗯、他的运气哇，他找到人了，他找到人，他很开心开心。哎、欸，他旁边那个史莱姆是可以跳的哦，他在等等时间到吗、嗯、不是、哦、我想太多了、欸、跑啊妹子，跑啊跑啊，好多人哦、啊、妹子你是好人快跑，因为那些坏人啊、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还想去吧、欸、一起死掉了。哇，没打，很糟糕啊、欸、妹子还活着，几个再来看喵哈，是不是剩喵哈，喵哈再来乌鸦嘴一次啊，真的假的？嗯，然后我觉得是你耶、欸、对啊，我怎么了？该你了吧，我才是妹子，我才是喵哈。哎、欸，不是啊，已经那个啦，第四回在 W 开头的头上，现在下面在甩锅中。嗯，只有一个啦，这一回只有一个炸弹。可恶啊！而且那炸弹是不是在前面、啊？他在跑了，他在跑了，他现在很迷茫，他现在找不到任何人。这张地图太大了，只有一个天眼，他可能觉得这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他很难过。真的？啊、他找到人了。看到人了，会直接爆哎、欸！哎、欸，他从他旁边直接爆哎、欸！然后靠太近的话就会一起爆。啊、嗯，我刚也是被直接爆掉。然后我现在在想那个，哎、欸、哎、欸欸，哇，这只是两只哎，两只、啊，我就在对面打架而已。嗯，他们要跑过来了吗？哎、欸，远离了，应该没让他们掉下去。我、哦、有一只 TNT。他那个造型好像是三个打在一起了，三个打在一起，哇哇哇哇哇！喵哈，喵哈过来了，喵哈过来了，喵哈过来了，来了，他们来了，啊，又又带开，又带开了，哎、啊，又掉进来了，看那 ID 超恐怖的，完了完了完了，换地方被吃了啊！哎、欸，僵尸妹子很眼熟，哎哎哎，那个好像是一部美国漫画，是啊、哦，嗯，好像这个是恐龙人呢、欸，恐龙人呢、欸，恐龙鸭子人。我去别的地方，我去下面。阿弥陀喵哈！哎、欸，他在看你，他在追啊！他算了，他又回头了。哎呀妈！恐龙人怎么站在那边？喵跑不动！喵跑！喵快跑！喵跑完了，喵被摸到了！啊！你被追到了，喵！喵被连击了！对，你们打起来了！完了，这个 combo， 这个 combo， 喵在等等最后一下，喵在打，喵、来不及了！喵好了，换房间了。好了，可以下一场。哎、欸，我按了没反应，哎，是没有办法那么按那么快按，是不是？
Why you the server 正在旁观模式。变衣服的。现在伺服器吗 ？We will kick 伺服器那个。哦 ，please， 哎，有了，有了，有了。哦，这一张。You the 熟悉的地图。很妙。刚刚我看繁星跟一个戴墨镜的玩家重叠，他瞬间戴墨镜。戴墨镜、欸。那个僵尸妹子又来了，好厉害哦！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上次 Amigo 在啊。不是，他刚刚还在那一场里面嘞、欸。嗯哎